我觉得汪汪就不一定会赢，我觉得这个汪汪死了，汪汪死了，汪汪一整个标靶，汪汪，汪汪在哪里啊？汪汪在哪里？哪里都不知道。汪汪是半格血，汪汪是半格血，汪汪根本一整个标靶，被找到就完蛋了啦。汪汪，我记得他在高速啊，半格血躲在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旁边好多好多脏东西啊！谢，都是你们，是不是？都是你们，我还以为什么脏东西耶。哎呀，红队，红队，红队在刻意找紫色，紫队在往上了。对，红队啊，红队要出来了，八十分，八十分钟已经清怪了，方块了，红队快挖到紫地方块了，他们挖不到了，他们挖不进去了，我又本飞了，又本飞了，鸡眼，那都是鸡眼，上下都鸡眼，鸡眼那一圈是我一开始挖的，就在找中心，刚刚就是绕的那一圈在找人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有问题哦，就在那边找人。而且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看到了，还一直考虑说到底要不要追上去。而且我第一个看到的好像是红队，我觉得汪汪已经可以过往挂这边看什么时候可以。哎，对，有可能，应该还没。对，他们还没看到边界。红队是想归了吗？机关没启动，会那个吗？哎，真的吗？那个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哎，对，怪兽消失，怪兽消失。怪你们消失，原来十分钟就哎，繁星他们要被夹了，繁星要被夹了。他们看，他们离边界好近。哎，等一下，汪汪死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他活了很好。哦，我看到他血了，我刚刚想说他怎么看不到他。好像他是技术性的吧，技术性退游戏。繁星要被夹了，他们也太靠近边界了吧？好了，清空了，清空了，怪物已被清除。哦，没有怪了，没有怪了，应该不会那个吧？是了，是了，来，有他们要上，他们要上了，他们要上了。会不会汪汪赢了？没，就是汪汪赢，半格血，汪汪半格血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，半格血。如果汪汪赢了，是不是断线会赢？这种没有办法记录哦。断线流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是断线的，所以这一点。他是断线才活下来的。没有办法被官方记载。这个算是那个官方。官方暗之历史之类的，然后是收藏在那个典黑暗的历史，有没有？没错，就是收藏在典故里面。对，就是好像要去找汪汪嘞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像要来找汪汪，从他们可能要从上面往下挖哦。剩下最后二十分钟了。对啊。就汪汪，等一下看他们来。汪汪先这样，汪汪先这样讲，然后等一下看他们过一跳掉的。半格血，半格血。先这样，然后这大家都 PK 完了，结果只剩他活着。哇，汪汪这太强了啦！这以后全队都用烂电脑啊，四个人都一直断线就好。烂电脑玩。红队用他们装备去碾压别人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要覺得为什么汪汪可以活这么久啊？好啦，我们超久断线，汪汪最有胜算了、啊。汪汪活超久啊！等到今天也是断线。他想去打汪汪是不是？他等下 PK 就拿黑钥匙把自己埋起来。大家都有赚高啊！等一下 PK 的时候，汪汪就一个断线，然后起来剩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再干掉他。哎、欸，他汪汪看到边界了，他现在遇到边界了。好，这边。紫队应该是目前是想要那个啊，就是我观众都在说汪汪赢了这游戏就不想看了啦。那目前叠高是没用啊，真的。哇塞！如果摔死了，可不可以跟那个姚 PK 雷神啊？为什么啊？我没有我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姚是比较雷，因为汪汪是非人造，可是姚是自己害死的。操的！可是姚也有杀死别人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才是重点。对啊，我觉得姚至少有杀到人就可以洗。汪汪这好危险！可是汪汪不小心摔死了，有没有雷神封号？有没有机会？主要是他一直断线啊！可是我觉得还好，他活很久，应该可以拿个断线神的封号之类的。断线神，他活很久是因为断线。我真的很好奇汪汪最后会怎么样哎、欸！他真的太让我期待了。我觉得到最后一传送马上就断线了、啊，一传送技术性断线，看到那个好险啊！断线，注意哦，汪汪现在身上很多铁哦。哦，天哪，汪汪太夸张了，做铁去。
他只要没有金苹果，对啊，他做铁器人保护自己嘛，做铁器人保护自己，这样都行，还假的，哇塞，哇，好猛哦、喔！这应该是第有史以来第一件这么做吧？他有拿到南瓜？瓜头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啦。你现在做铁器人合法吗？这个合法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是没有用啊。可是没什么用，对啊，对啊，没什么用啊。放出来，然后别人可能懂下去啊他可能放出来，然后躲到铁巨人后面。哇，然后他们应该很难打到他。对，就一条路的时候就很难打到。哎呦，汪汪很会想哦。可是铁巨人被杀死，那铁不就被别人拿走了？那也是很难杀，对，不好打。而且铁巨人打得很痛，还蛮痛的。我觉得这像现在这些时间，还是可以继续挖矿，不要浪费。可是他们挖一挖就有机会挖到金，真的有啊，像汪汪就很认真。不是，我突然觉得汪汪有点理智，有点心酸、欸。汪汪很厉害，一滚是半点血了。旁边他们在写，我们在旁边他们在这干嘛？他们在玩烧游戏大赛吧？哎、欸，你在炫耀红石钻。那汪汪那一队怎么没有下去陪汪汪一起聊？啊对啊，死掉了不能，对，好啊，那等结束啊，哎、哦欸、好酷的嘞，真的超厉害的，哪像我们一口气，我们这一队太有默契了，就一口气，哎、欸、真的一口气全部死亡，真的一次死光光。他们过来是吗？不一定，就不一定。他们现在会避战。汪汪要死了！汪汪这里，汪汪这里，被吓到了，被吓到了！汪汪，汪汪，技术线，汪汪，技术线，汪汪，汪汪，汪汪，跑！汪汪还没看到，他还没看到，他还没看到，他看到了吧？有汪汪啊！往上，好紧张！活下来，汪汪正传，致命的汪汪正传！哇塞，加油！好励志，好励志哦！哇，这也太励志，好励志，真的好励志！加油！励志啊！靠，这是哇，半格血传说哎！汪汪可以做一篇自传，叫做《汪汪半格血传记》。三尾呆犬之我要活下来，好励志哦，好猛哦！哎，对，三尾呆犬之。慢歌写我要活下去，哇塞，我要活下去，可以拍成三部，哇，它可以分上，太可怕了，下三集，哎，超第一集哦，那个队友死光有没有？好，我现在把画面转到楼上的 building game， 哇，太可怕了，已经搭得很大，最坎坷的一位了，楼上的 building game， 这种动物面临最危险的求生本能，是全能住宅改造网啊。这有点空岛，空岛。哎，他们现在真的在盖房子哎，太悠闲了吧？不行，我要继续看汪汪。我也想看汪汪，太励志了。他们有看到哎，红队看着黄队一直往上挖，可是红队好像不想 PK 哎。汪汪这边超危险的，最后哎，他是想要打竞技场了，他觉得他们优势比较大。没有啊，他是倒下去吧？对，红队如果他。现在打的话，应该淹不到吧？弓箭没办法用。汪汪这招是不是想要随机杀人啊？杀不到吧？我觉得杀不到。随机杀人啊！太远了，太远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以防别人走过来啊。好邪恶哦！随机，他应该只是断后，他应该断后而已啊。他自己弄到，他会不会？他自己沾到就死了。随机杀人是什么概念啊？不是啊，他应该只是断后吧，不要让人家走上来而已吧。可是他那条路反而是他的废路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条路是他的活命之路哎、欸。哦、oh, 哇，他先把前面清了之后才能够往下走。哦、oh, ，好聪明哦，哇塞。哇塞、啊！他从哦，汪汪回血了！汪汗血了！不换狗血传说结束！汪汪！汪汪半格血传说之第三篇，我回血了，我回血，而且事后还可以访问他说，哎、欸，当初你什么食物都没有的感觉是怎样？對啊、然后整个一血走天涯，我很饿，然后快死了，好不容易有一个金苹果可以吃，这样会不会被边界子对夹到？只对照的岩浆不知道会不会。
哎、欸，子弹枪兵到岩浆、欸，他来得及跑吗？来得及跑吗？岩浆笑太慢，他这样可能……哎、欸，停停停停！汪汪汪！他只要被自己，他只要把自己夹死啊！汪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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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汪汪加油啊！我下面还有加油啊！汪汪要第二次！加油加油！死里逃生，死里逃生！好猛哦！汪汪真的太神了啦！好深哦！岩浆会淋到吗？应该不会。跑掉了，他跑掉了。有啊，他跑掉，他跑掉。哇！哦、他现在不管去地面还是去哪里，其实都蛮危险的。哇，好深！哎、他只看能不能躲到最后了。他只一滴血了，哎，他现在九哎，各位，我还不知道他隔壁都是。汪汪好强哦！这个岩浆会累。汪汪，这边呢？哎，汪汪，左边啊！啊！你不要被血吸引了，花再多血都不能反应。啊！汪汪要自杀了吗？汪汪要自杀了。汪汪，这样就听不到。汪汪，哎，黄队到边界。哦不！往下挖。不要啊，汪汪，不要啊！汪汪，不要！汪汪，汪汪，没有，我觉得汪汪应该有他的想法，汪汪应该有他的想法。汪汪，汪汪，哇！他是要挖到中心点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现在中心点。而且他应该是看红队，他应该是在看红队。等一下，他要撞到，他撞到，等一下要撞到，要撞到！哇、哦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，他汪汪到了，有他注意到，他注意到，他注意到，对，哇！听到我们心灵呐喊，被撞到那一瞬间会断线。被边界追逐的男人、欸、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看过棒球就知道，那个什么播报员在讲的时候，球员搞不好真的有感应到，有没有？黄色要上去了，太神奇了。感谢各位收看三尾呆选秋风杯第五届超极限生存大赛，现在是我们时隔已久的感谢时间，本次分享者共计58人，有些人依然未设定成公开，因此汪汪只看到43个人，分享次请务必设定成公开，汪汪才看得到哟。那我们本日中奖的5位幸运儿有2楼的乙璇，乙璇说好累哦，笑得好累啊，汪汪辛苦了，也辛苦你笑得很累哦。9楼的游散族，然后游散族表示快笑死了，然后大家快来看哦，感谢游散族。29楼的史彦真，然后史彦真说汪汪就是个大叔，对，汪汪就是个大叔，还没有错，感谢史彦真。37楼的秋本犬犬，然后秋本犬犬表示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感谢秋本犬犬。40楼的江冠维，然后江冠维说汪汪万岁，感谢你哦。然后在汪影片中出现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到 YouTube 影片正下方的说明寻找 Facebook 文章分享快捷键，将汪影片分享出去，你可能就是下一位幸运观众哟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